台湾新闻还要独家带您直击好危险的画面。高雄一名陈姓男子，他跑到巷弄当中，手拿铁锤哦，沿路砸车挥舞泄愤。他疑似是跟家人吵架，情绪好激动。后来警方火速的抵达现场，喷洒辣椒水压制歹人。事后调查发现，他还曾经在106年向派出所丢掷汽油弹呢。没想到出狱之后恶行不改，又再度发生了脱序行为。警方获报，有男子手持武器在路上砸车，立刻赶赴现场。把东西放下，你把东西放下。眼看男子态度嚣张，员警当机立断，喷洒辣椒水。你把东西放下，把东西放下。捂着脸，男子表情痛苦，但依旧不罢休。把东西放下，那我这边只有辣椒水。警匪一度对峙，随后员警冲上前将人压制。你拿什么的？自知寡不敌众，嫌犯最后放弃抵抗，束手就擒。当时男子情绪激动，在大马路上做出脱序行为，尤其一旁又是文教补习班，事件一传出，也吓坏不少民众。这边都是小朋友，确实还蛮危险的。当然会啦，园所里面又是幼儿园的小朋友。事发在高雄男子区男子路巷弄，这名陈姓男子疑似跟家人吵架，情绪失控，这才手持铁锤沿路砸车挥舞泄恨。而当时正值补习班下课时间，好在警方火速逮人化解虚惊。警方到场之后喷洒辣椒水，将其压制在地。总共4台，3部的那个车主有提出那个毁损告诉。事后清查，男子曾有多项前科。106年，他涉犯毒品案，疑因不满挨父为他向警方求情，曾往派出所丢掷自制汽油弹，事后遭判刑入狱。没想到出狱后恶行不改，如今再度落网，得替离谱行径负起责任。记者谢凯、王超群报道。